好，这里是医护站。哎、欸，我的餐点到了，怎么还没有帮我送上楼啊？我们在临近检疫所的时候就有跟你说明，外面送来的物资只有在固定时间会帮你送上楼哦。啊，你们那个便当这么快，那现在上面我自己马上不能吃哦。我知道你想马上拿到你的外送，但是因为我们每次都需要穿戴非常多的装备，所以没有办法一有物品或外送就帮你拿上楼。我啊，算了。喂，小姐。到这边有什么问题吗？小姐，那 QR code 的地方可以再讲一次。好的，每天都要请您扫描桌上的 QR code， 上传体温、血氧还有心情。如果说有发烧或是血氧低于95，还是有任何不舒服的状况，都要马上跟我们说，我们会帮你处理，或是请医师来协助。那到这边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。那可以请回忆一下我刚刚说的注意事项吗？回忆一下，那 QR code 的地方要填体温、血氧还有心情，咽汗球不能带进，还有像外送时间是固定的，然后床单和衣服要自己换之类的。对，好的。那再提醒您一下，我们每天的送餐时间呢是8:30、11:30，还有下午的5:30。我觉得这边的餐蛮好吃的，希望会合你的胃口。那在这边是给你的资料。对，那如果有任何不清楚的状况，都可以再跟我们说，我们会再跟你做说明。那最后在这边提醒你一下，在这10天以内呢，除了取餐跟就医的状况之外呢，其他时间你都要待在房间里面。那有任何不舒服状况也都可以跟我们说。那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？请问怎么了吗？没有。请问是不是有遇到什么困难？没事，那我就先离开了。那晚餐的部分晚一点会帮你送过来。大家晚上好，今天的晚餐是奶油鸡肉意大利面。大家趁热吃完，早点休息。祝你有愉快的夜晚，晚安。心情不好的话可以找我聊聊哦。吴嘉玲，103号房。姐，请问你在里面吗？请问有什么事吗？可以进去里面说吗？请进。房间好像有点暗耶，我可以帮你开个灯吗？没关系，这样就好。那我拉张椅子过来哦。嘉玲，我从心情温度计上面看到你的心情很低落，然后电话也没有打通，所以就直接过来找你了。不好意思，有打扰到你吗？没有，就不好意思让你特地跑来。请不要那么说，照顾好你也是我们的责任啊。真的没什么事情。是有遇到什么状况吗？和家人有关吗？还是和朋友有关？还是经济或课业方面呢？
我要说应该是和家人还有朋友比较有关。那是发生什么事呢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慢慢说。就是我男朋友的时候，和我靠得很近，然后都没有戴口罩。他有和我说，但是我都没有理他。我朋友也是，我前几天有和朋友出去吃饭，还有很多人，但是我家人和我住在一起。就在想，不是都是我害的，如果不是我没有遵守防疫规范，他们是不是就不会变成这样了？你先不要太担心，因为他们目前验出来都是阴性的，你也不要太自责。谢谢。或许啊，你可以和家人还有朋友聊聊天，或者视讯。相信啊，他们都很担心你的状况。那如果有任何状况还是不舒服，都可以马上跟我们说，我们会帮你处理，或是请医师啊，还有社工师来协助。我们都会陪伴在你的身边的，你不是孤单一个人。没事的。嗯，好，我知道。嗯，我会注意的。嗯，谢谢你。好。拜拜。大家中午好，今天的菜色是日式炸鸡便当，配上清脆的腌萝卜，大家趁热吃哦。你不是孤单一个人，我们都陪着你。给在检疫所辛苦工作的大家，虽然时间不长，但这几天非常谢谢你们的照顾。我每天都在期待今天的餐点是什么，广播会说什么，又会收到什么纸条呢？这些种种的小确幸陪我度过沉闷的隔离生活。一开始的我情绪很不稳定，实在无法接受确诊消息，感到非常焦虑、难过和不安。还好有你们的帮忙和安慰，我才能稳定下来。谢谢你们让我在防疫旅馆感受到温暖。即便你们每天都很忙碌，但仍保持着笑容鼓励我们，给我很大的支持。因为有你们，才让我从负面情绪中走出来。真的很谢谢你们，辛苦了。这里是医护站，尿布吗？请问有偏好什么牌子的吗？哦，好，尺寸 L 的部分，好，那请问还有什么其他需要吗？好，不会不会，那等一下尿布的部分跟晚餐一起送。